东东啊，东东啊，搞过他一万，几块啊？东东啊，搞过这个一万啊，这么两块啊，才几万块而已啊。哦，大陆妹在台湾了、啊、都要一万块开价，太贵了，凶贵啦！你讲五千块啊，多还好嘞，就五千块还可以搞一搞啊。在外面去台北邮局开信箱啊，台北邮局开信箱，顺便按摩，按摩完后顺便到红磡吃点心的、啊，外面还在去红磡呢、啊。家里天气不好啦，天气败啦，哎，个刮个落雨。